大家好，昨天没发视频的原因就是因为昨天太难受了，请了假，今天就可以发视频，可以用视频作为监督视频，蛮好的。本期还有普拉斯版本哦。观看方式如下：国内的人搜索“我就是李卓阳”即可看到；国际的人直接在我当前的主页里就能看到。记得双击和三连哦。